一把好剑，千锤百炼，不仅是时间上，技术水准上，要求都非常的高。每期一个任务，玩不累妈妈带你玩乐高。今天的任务是最终之剑神。最近粉丝呼声最高的剑，来拼吧，大大的。上吧！这把号称要25个龙蛋才能制作出的神器，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？我实在太好奇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期就安排可爱的粉丝们。最近的任务真的很多，我们元宝也需要一个个打怪升级，积累经验，才能制作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哦。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待。今天这把有点难，因为剑身很长，还有大小细节的变化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万事开头难，框架搭起来，只要把框架做出来了，其他就好办了。你看，我们剑的框架就要做出来了，哇，真的好大哦。再把正反都加固一下，最后一道工艺就是上色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验收吧。做了把人形宝剑，你们喜欢吗？记得留言区告诉我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作品给大家。